这样走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你看哈，跨肘，这样子，你的腰是这个样子的，你的腰是这样走的，这个是转，你的腰是这样走的。 不是我的腰是伸出去以后是这样走，你看是这样走，这样能懂啊？这个是拧，这个是转，这是转，转没有拧，你一转就断掉了，这样能懂？那个 Rotten。 那个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腰，腰腰腰部的肌肉。你没有拧，它可以对上来。可以，来来来，背部。你好，不好意思。 肌肉背，对，肌肉，现在有哪些？往下面，好，这个，你先要伸出去这个，先要伸出去这个。 你们在转的时候用的是这个，拧转，你先要伸出去这个，听不懂？就在这边的时候，当我一这样子的时候，把这根拉长，你再做这个，你这根拉出去再做这个，它本身跟这个一起。 一起在做，听不懂？我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，这是转，你看这是转，这根并没有拉长，没有拧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是转，对，这是转，听不懂？人家讲这两根是两根大龙嘛，背上的两根大龙是这两根的，哦，要练这两根要练强，听不懂？ 所以你在做这个的时候，这样一过来的时候，你看，当我一这样子，我拉出来，这把这根拉出去，这根抽回来，这根抽，可是保持到它的紧，这样出去了。嗯，看不懂，这边的肌肉还要多，这应该还有，这边你看，一般是用这个。 这样子，是用这边，你看肌肉的方向，肌肉的方向就是我们动作的方向，左右转是这个，转是这个，拧要加上这个，拧是这个，这样不懂？还有一个肌肉是走这样子的，你看，还有吧？哎，对对对对，所以腰部肌肉很复杂的。 很复杂的，你看，当我们拉出来这条直线的时候，有一个有肌肉是这样走的，刚才看到里面的肌肉是这样走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，这个肌肉是这样子，这个肌肉下来连到胯，你看这个肌肉下来连到这边，这样不懂？所以你要从这里，当我后腿一扣的时候，这边从我的腿开始，实际上我讲胯哈，我讲胯，实际上你要从腿。 是从腿这边开始，肌肉拉，肌肉这边的肌肉都在转起来，然后到这边，然后经过这个到这边，在你的腰在拧的时候，跟这个直线力量跟左右力量，在直线上面做出来的旋转才叫拧。直线是哪个？直线是这个，好的吗？
左右是这个，是这些黄色在里面，这样我们懂。腰部的肌肉方向很多的，你要做出来那样子，所以不要一直在做这个，不要一直在做这个，这个没有你，晓得吗？你们知道了，出去一拉，你看这样子，这样子拉住，啊，拉。老师，现在这样的话，颈椎是往下，还是往下，还是往下，对，只是。方向，我的骨盆的方向从这样子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转了一个。这样子手在这边，它的紧张度还不够大。啊哈。可是当我把骨盆调到这边的时候，这里的紧张度是不是张力是不是变大了？这样子。对。这样子比较松嘛，是不是？我把它这样子，这边是不是紧了？一边紧一边松啊。对嘛，这边更紧嘛。更紧，对。是不是这样子？对。我要保持到这个紧，然后从这边在这个紧上面抽回来，这个力量。看不懂？你手臂也是一样啊，手臂从这里，你看手臂，你看，你这个起来了以后，肩胛骨，我们这边的时候。手在这里的时候，肩胛骨，你看肩胛骨的力量是这样的，这个手是横起来的嘛，这个是不是接这个？对，这个肌肉方向就接手臂了嘛，手臂是这样子的，你看，还是一样拉住，因为它的线整个力线是这样走的，是不是这样？转过来，在这个线的上面，拉住，出去了。这样懂吗？重点还是在中心线要中心线跟你拉出去的力线在同一个在力线。当我的手臂这样子的时候，力量从肩胛骨这边方向是不是跟上臂的肌肉方向、小臂肌肉方向是一样的？这是一条力线，这是一条力线。当我们在走拧的时候，这条力线不能松掉。如果走变成这样子，你看力线松掉了。力线松掉了，你这只是转动而已，没有拧啊。你要拧，力线不能松掉，这条线拉出去不能松掉，去做旋转，它才是拧。这样我懂？关键在这边，拧的关键在这边，你的力线在哪里？啊？看不懂，去试试看。所以你看这边的肌肉的方向跟这边方向，当你这个手臂平起来的时候，这个肌肉也被你拉起来，变成往这边去，都去支援这个手臂。都要用那些里面的肌肉，因为外面有那些很大的。对，他们这也是一样嘛。你看这个这样走嘛，手臂起来方向是不是一样了？这边从下面，你这个手拉起来的时候，这个的方向也跟它一样。你看里面的肌肉的方向，这边的肌肉方向，都是从这边给这个手臂。听不懂？我们不是不用肌肉，用是这样用的，是这样用的。这样懂吗？去练练看。